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的念老有一段话，引用《大智度论》上的，我们把他这段话呢念一念。今者，虽知修行妄求，寥寥摄之离体无求，人不坏假名，是故备修万恨，故能感也。下面引大智度论的话来讲，若人见般若，是则为被缚，若不见般若呢，是亦为被缚。这个四句话讲的是迷，只要心迷了，没有一样是对的。见般若是错了，不见般若也是错了。翻过来讲，如果是觉了啊，那什么都对了。所以下面一首偈，若人见般若，是则为解脱，若不见般若呢，是亦为解脱。这就是迷悟不相同。那么这两首偈就像数学的公式一样，无论套在什么地方都是准确的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法所求没有别的，求觉悟而已。也就是前面所讲的求摄达而已。摄是浅，达就深了。达是通达，摄是认识，这个浅通达才深。现在在这个社会上，信仰宗教的人士很多，确实像瓦西德长老所说的，认识的人多，明白的人不多。明白就是通达了。不能够明白通达，这个信呢，就叫做迷信。社会大众说我们搞迷信，我们可不能怪他。你要怪他了，你自己就错了。为什么不能怪他呢？
宗教现在的形象确实是迷信啊。宗教所讲的好处都是在来生，一般人重视现实，我现在都得不到好处，来生很渺茫啊！来生谁知道是真的是假的？啊，佛法的教诲，现在得不得利益？得利益。今世的利益呢，叫花苞。啊，像植物啊，开花，花开得好，你就会想到啊，将来果结得好。啊，佛法讲，现前的果报，花报啊，啊，将来这是果报，啊，来世才是果报，因果通三世啊。伊斯兰教他们讲两世因果，古兰经我看到三世因果，伊斯兰教基本的信条有六个，其中有一条叫信前定啊，经文上说的真主以前定创造万物，啊，真主造这个人，给这个人这一生享福，造那个人叫他一生受罪，啊，真主有绝对的权威，为什么造这个人享福，造那个人受罪呢？如果是凭他自己的爱好，那真主太不公平了。啊，这个人如果一生行善，来世他就上天堂；一生造恶呢，来世就下地狱。啊，这个没问题，但是以前定呢，这句话说得好啊！啊，前定一定是过去式的业因呢。过去生中啊，你行善，这一生你享福啊；过去生中你行的不善呢，那你要受苦啊。上帝很公平。上帝很公正，没有私心，没有偏爱，心前定就讲通啊。所以我跟他们往来谈的时候，不是两世，是三世啊。纵然你们不说轮回的时候，确实是三世因果啊，否则的话的时候，你就叫人怀疑，你就 叫人想不通这个道理。万事万物都有前定，那么如果在佛法里面讲呢，
前定有个绝对的前定，那是什么呢？佛说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这是前定。因为你造作不善才有烦恼，才有妄想分别执着，这个东西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，本来没有分别，本来没有执着，没有妄想，本来无啊。现在怎么生起来的？这个叫习气。佛法也讲，儒也讲，本性呢，习性。习就是你的学习的，所谓是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因此，教育才兴起来。为什么要教育呢？习气。是不能不重视的一个大问题，这不是小问题。对于个人来讲，你一生贫富贵贱，习性主导了。对社会来讲，社会的安全，国家种族的延续，与习性关系太大太大了。如何保持良好的习性，避免呢染着不良的习性，这就靠教育。中国人这个教育的思维从这儿来，所以你必须先有认识，然后你再晓得用什么方法来处理，中国五千年来最重视的就是教育，所以在国家的时候，建国军民教学为先，人民好是你教出来的，人民不好也是你教出来的，你教他什么？所以儒家提出君亲师，这是任何一个人一生做人必须尽的义务。无论你是什么身份，你在家庭军事领导，你把你这一家向哪一个方向、哪一个目标去领导亲是父母啊，你有义务养家糊口啊，养家糊口是亲的责任。第三个要教啊，你要教导他了，所以任何一个人天职就是君亲师，无论在哪个岗位上，在政府机构服务，或者在私人公司里面的服务，你是个小职员，有没有君亲师？有
军师们，你要带头，把你自己本分的工作做到尽善尽美，给别人做一个榜样，这就是领导啊。虽然你不是主管，没有这个正式领导的名分，实际上你影响了他，那就是领导。你给他做榜样，做模范，这就是师。你常常能照顾你的同僚，那就是亲。无论在什么岗位，无论是什么样的身份，这个君亲师是自然的，不是有人设立的，这叫信德。啊，人人都明了，人人都懂得，人人都能做到，那个家哪有不兴旺的道理啊？国哪有不强盛的道理啊？啊，社会确实安和乐利啊，没有一样不是教育成就的。啊，教育没有了，社会国家也有不乱之理。今天整个世界大乱，啊，根本原因在哪里呢？教育失掉了，没有教育啊。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刚刚出家的时候，在台北圆山灵济寺啊，常住分给我的工作是打扫庭院，那个院子倒是挺大的，树木也很多啊，每一天早晨要扫地啊。啊，我们一共是有三个出家人，初出家的人做这种粗活。有一天呢，我遇到好像是四个学生，从我们寺院旁边有一条小路到动物园啊，他们从小路上山，小路不需要买门票，啊，我看到这四个学生仪容不端正的，啊，说话了很粗鲁啊。我看了之后很感叹，哎，可惜没有受过教育。我这个话了被他听见了，这四个人转过头来就问我，他说你是不是说我们没受过教育？我说是啊，啊，我是很感叹你们没受过教育。他就告诉我，他们四个是台湾大学法学院四年级的学生。他说你怎么说我没受过教育？哦，我说你们是大学四年级的学生，那我得小看你。我说好吧，那我就向你请教了。教是什么意思？育是什么意思？教育是什么意思？他讲不出来。啊，三个问题把他问到了。我说你们不但没有受过高等教育，你们连小学教育都没有受过啊。他就非常惊讶，
我说你会吃饭吗？他吃饭谁不会呀、啊？哦，我说可不简单。我说我端四个菜给你，这四个菜有阴阳五行的，你懂得哪个菜放在哪个方位吗？真的，他没学过《礼记》里头的。月令里面讲的，啊，最后那个时候学生还不错。你真说的时候他还服，他说：“那我们现在受的这个教育了算什么呢？”我说：“如果说是名实相符的话呢，不能叫大学，叫什么呢？”高等知识传习所，这个名实相符。你们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传授，这个高等知识的传授，教育是一窍不通。啊，他们服啊！啊，现在学生不行了，现在学生不服啊，不受教啊，啊，教。这个字上行下效 啊你上面怎么做底下跟着学，这是教啊。啊，鱼，这中国说文解字上都有解释的，什么叫做鱼？就是长善也啊，试试你的过失，有过失要帮助你改正过来，要天天增长你的善行、善业、善行。这是愚啊，他哪里会懂啊？很多搞教育的人都不懂，你说糟不糟透了？啊，教育。老师要以身作则，要做出榜样给学生看，那是教，不是在文字上啊。文字是工具，是辅导啊。最重要的是以身作则，所以在家庭里面，父母对儿女要教啊，父母是儿女的榜样。那我们中国人常讲上梁不正下梁歪啊，啊，上梁是上一代啊，儿女是下一代啊，啊，上一代的言行举止不端，小孩从小就学会了，他将来比你做得更过分。啊，所以上面这个榜样要端正，要好，底下才有好学生，才有好儿女。啊，那么在团体里面，我刚才讲过，你要懂得君亲师这个意思。啊，公司行号的老板，你的公司能不能先兴旺？老板端不端正？老板要是正，员工哪有不正的？啊，他不正呢，他就待不下去啊。啊，老板要是不正，员工就不可能有一个是正的。为什么呢？他要是端正，他待不下去。必须同流合污啊！啊，不愿意同流合污，他自然就辞职走了。这就是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啊，善人总是愿意跟善人在一起，不善的人总是愿意跟不善的人在一起。
你要懂得这个道理，你就想想西方极乐世界住上善人聚会一处，我这个心行都不善，能去得了吗？到那边去看看人家那么多人，个个都是善人，自己都不好意思，赶快回来吧。啊，实际上不必你回来，阿弥陀佛很清楚，看到你不够标准，不会来接你。道理在此地啊。啊，佛教导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，啊，基本的条件，《观无量寿佛经》上，世尊教导维提西夫人的，那就是教我们大众的。你看，维提西夫人求生净土。佛没给他讲方法之前，先教他修净业三福，这是基础啊。我们净宗学会成立之后，在修行行门上，我们定了五个科目。第一个科目就是净业三福。三福第一条，第一句话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第一条，如果你不孝父母，不敬师长，后头全都没有了，你怎么能往生呢？哪有这种道理呢？啊，孝亲尊师如何落实啊？《弟子规》落实了，慈心不杀了，修十善业，十善业道经落实了。所以这一句两部经啊，啊，《弟子规》跟十善业道经呢，这一条不是佛法，这一条是世间法。佛法是师道啊，师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，出世法建立在世法的基础上。所以经典一打开，大家都看到啊，善男子善女人啊，诸位也常常听到啊，佛度有缘人，佛不度无缘之人呐。什么叫有缘人呢？这四句都做到了，就是有缘人。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就是有缘人。啊，弟子规做不到，十善业做不到。你在世出世间法里头，那个善的标准不及格，你怎么能学佛？啊，第二条才是学佛。啊，学佛从哪里学起？三规五戒。
啊，第二条有三句话：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啊，三规是什么？佛一开端就把佛教学习的目标告诉你了。啊，我们今天讲总的纲领、总的方向传授给你了。啊，圣人的教学，这个是出是法，没有例外。你看儒家教学，教同盟小朋友啊，《三字经》，首先就把纲领目标告诉你了：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这四句总方向、总纲领。啊，佛法也是如此。佛法修的是什么？觉真净，这三宝啊。啊，慧能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传授三规，他不用佛法僧。啊，我初读《梵经》的时候感觉到很惊讶，他传授三规。是皈依觉，皈依正，皈依净。当时我看到这些文字，我能体会到那个时候佛教传到中国大概有700年了，唐朝的时候，这么长的时间呢，所以说越传越恶，大家对于这个三宝啊产生误会，是吧？皈依佛就想到佛像，皈依法就想到经典，皈依僧就想到出家人。错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啊，皈依是说要皈依自信三宝，你才能得度啊。俗话所谓呀，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啊。啊，他怎么能保佑你？所以六祖改了。然后再说出来，佛者觉也，法者正也，僧者净也。啊，这一解释大家就晓得了。啊，我们要皈依觉真经，觉真经是自信三宝，是你自信里头本来有的信德了。啊，什么叫皈依佛呢？念念觉而不迷，这就是真正皈依佛。念念呢，正而不邪，就是正知正见呢，不是邪知邪见，这叫皈依法。念念清净无染呐，这叫皈依僧。你看这一入佛门，这就把佛法修学的总纲领交给你了。你从今之后，一切时一切处起心动念要觉而不迷，要正而不邪，要净而不染，就是无量寿经上讲的清净平等觉。清净是僧宝啊，平等是法宝啊，觉是佛宝啊。
佛祖老师传授给我们之后，念念不忘。你就不会犯大的过失了。啊，你总的方向目标正确吗？啊，不会走岔路了。啊，然后才能具足众戒。啊，不犯威仪。这是入佛门。所以前面那一条，第一条，世间善。啊，这一条呢，小乘善。啊，刚刚入门嘛。从这个基础再往上提升，叫大乘善。所以第三条是说大乘菩萨，发菩提心的，头一句发菩提心。不发菩提心，不是大乘。那发了菩提心才是真正大乘。啊，菩提心从哪里发呢？从三字规发。没有三字规的基础，菩提心发不出来。啊，菩提心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正觉心、慈悲心。我把它讲成五个，大家好懂。啊，真诚是菩提心之体，从体起用，用有自受用，有他受用，就是用什么心对自己，用什么样的心对别人。啊，他受用。啊，对自己。要用清净心，要用平等心，要用觉悟的心。啊，清净平等觉是对自己的，是自度；慈悲心是度他的，是帮助别人。这个心发起来，这叫大乘。啊，你能以慈悲心对待别人，你还能害人吗？哪有这种道理呢？啊，所以我们常讲的，对一切人事物控制的念头。占有的念头、对立的念头，自然不生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有慈悲心，慈悲心把这些通通都化掉了。啊，你自己才真正得清净平等觉。啊，清净平等觉，这是享受啊。我在初学佛的时候，方东美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。啊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最高的享受什么呢？就是这十个字：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最高的享受啊！你有没有？有。一切众生本自性里头本来具足，啊，就是儒家讲的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。你的本性本善呢？啊，本善就是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本善。本有，啊，现在为什么没有呢？习性把你迷了，啊，那你要知道，就是要知道有无啊。
本性本有。啊，这就是清净平等觉本有，真诚慈悲本有，不觉本无啊。虚伪染污功高我慢，迷惑颠倒，自私自利，本来没有啊。你要先把它搞清楚，认识清楚啊。啊，本来没有的，不要再搞了，要把它放下，要把它舍弃。本来有的，要让它恢复。啊，决定不是你修得的，你是心得的，本来有的，恢复而已啊。这是啊，这个这一段经文里面啊，前面《大智度论》里头说的这个觉个迷，你还熟悉？后面引用龙树菩萨的解释，解释道：世中啊，不立四句者为父。立四句者为戒，啊，你分别执着这四句，就是迷呀。你不分别不执着这四句，就是觉。啊，这个四句，就是前面我们念的《大智度论》上两首偈：若人见般若，是则为解脱。若不见般若，啊，这个是是则为被缚啊，为被缚。这前面一首偈啊，若不见般若呢，是亦为被缚。啊，第二首偈：若人见般若，是则为解脱；若不见般若，是亦为解脱。这两首偈，两个四句，执着就迷了，不执着就悟了。啊，所以马明菩萨在《起心论》里面教给我们：善学者，会学的人，立言说相，啊，不执着言语。文字是言语的符号，不执着言语，不执着文字，啊，立言说相，立名字相，名词说语，般若、解脱都是名词说语，懂得它的意思，不要去执着。立心缘相，啊，心缘是。你就研究这个怎么讲，这什么意思，没有意思，越研究越错误。所以着就迷了，立就觉了，啊，立是放下了，哎，着是放不下了，放不下就迷了，放下就觉悟。啊，这个讲法大家好懂。事出世间一切法，可不能执着。为什么呢？一切法都不是真的。啊，你看世尊讲《大般若经》，这个是大藏经里头分量最大的。
600卷呢、啊，我们要把这600卷看一遍，也得看两三个月，你才能把这个经看一遍呢、啊。这600卷经讲什么呢？古人给我们说的好，《金刚经》是大般若经的纲要。那换一句话说，600卷呢是《金刚经》的细说，略说呢就是《金刚经》。还有更简单的《般若心经》，266个字，它是金刚般若的纲要，纲要的纲要。266个字还多啊，我把它归纳成12个字，简单了。世尊22年所讲的12个字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这是40真相啊。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你要去执着，你要去分别，那不叫迷，叫什么？你不放下的时候，你就错了啊！这个一切法不但包括世间法，还包括出世间法。你真正觉悟了，世间跟出世间都不存在啊。那套六祖的话说，世间出世间是二法，二法不是佛法啊，佛法是不二法啊。所以大乘教里头，入不二法门呐、啊，入不二法门，通通放下就入了。有一样放不下了，你就入不了。这个道理要多想想，然后你才在一切法里头真的能放下了。这一放下就自在了，一放下就开悟了啊。那你说好，我试试看，我来放啊，放下了还不开悟，那什么原因呢？你那个放下也要放下了，你通通话心里还有一个我放下了，还是没放下。所以讲到最后啊，放下什么？放下妄想分别之处。心里才干净。到最后告诉你，本来没有，你放什么？真是六祖讲的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呢？如果本来有，那你是真放下了，本来没有啊。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你放什么？说个放下多余的，哪有什么放下啊？
迷悟关键在此地。前面祖师提出来十大有，那是迷悟的关键。你是不是真正有这个认知？真正有这个认知，当下心就清净，心安理得了。为什么心安呢？通达了，明白了。这个心里头再没有疑惑了，真正得大自在啊！后面的解释。不行而行，无求而求，虽知离体无求，菩提无得了。任备修万恨，以感菩提，妙其中道，故能相感而相起也。这个就是老师早年教给我的至诚感动。至理，理达到究竟圆满，事达到究竟圆满，丝毫没有欠缺。理就是事，事就是理，性就是相，相就是性，性相一如啊，理事不二啊。所以你执着理，事不要了。你这个理是偏的理，不是圆满的。你能不能做到呢？做不到。譬如说以精作气，我要气不要精，气也没有了；我要精不要气，精也没有了。为什么？它是一不是二吗？所以理跟事是圆融的，理跟事不相妨碍的。事要不要修呢？要修。成了佛，应化在十法界，示现给众生的修行，不是说我成佛了我不要修了，你们要修我不要修了，不是的。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，他也不是造作的，也不是故意表演给我们，本来就是。你要体会到这一层深深的意趣，你才能其如境界。佛经里面讲法而如是，这个意思是什么？希望我们总得要细心体会。怎样能其如呢？四修决定不能废止，离暂时不明没关系，你四修修久了，渐渐会明白，渐渐能切入。